撒娇的第一步，就是慢慢的靠近对方的身体，拉近距离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把脸缓缓地贴在对方脸上，轻轻地触碰一下。接下来，你就可以提出你的要求。换你吗？亲我。同学，这里不能拍照。谁规定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想我吗？想。那你请我。这里吗？对啊，你不敢。亲我，可是我贪心。这么开心啊！你是不是想亲我？对啊，你想亲我？你想亲我？我跟你说一件事，飞我，快一点，好。这么棒，那我给你一个奖励，好吧？好啊。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，所以在傅永杰医学系毕业之前，在这个家里面不可以有任何不可描述的事情发生。我还有四年才毕业。我操心你啊！我根本就没睡。你怎么来了？放松宵夜啊，看
看这么辛苦，每天都加班。如果我没有加班的话，你哪有机会从家里溜出来？为什么不亲我？你不要生气，我会在你清醒的时候亲你。